大家好，我是张云雷，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你这为什么搿档节目叫国风？国风美少年就是很好看，漂亮的女小伟，漂亮的小妹，哎，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也可以，就是适合看。哎呀，好奇怪。搿档节目老好，老有得意义，就是很适合年轻人看。我希望大家可以空个辰光，到时候记得收看。大家可以多多关注，看完了国风漂亮女小伟，小宁，我在哪里等你啊？